那时候大概就这么一点嘛，和他一样吧，和他一样吧，和他一样这么高吧。就是当我发球的时候，他打过来，我一下子过去。要断腿啊！要长期就是给他训练，这样子的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来一次好不好？来一次给我看。我就是这点解开了嘛，这几年头。